今天，船只是长江下游黄金航道的主人，但过去的数百万年中，这里都是江豚的乐园。这种小型淡水豚在长江干流中仅有400余头，已属于极危物种。在大通古镇，一处江豚庇护所设立在沙洲与江岸的夹江里。基地里的每头江豚都享受量身定制的一日四餐，现在是他们惬意的下午茶时间。经过近20年的精心养护，共有7头小江豚在这里出生。未来某一天，也许我们会在更广阔的长江里和它们相遇。